大家好，我是 Susan。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来聊看懂您的汽车保单。汽车保单的第二项就是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， 顾名思义，它是 liability， 是你的责任，由你的责任造成的事故中对对方车辆损失的赔偿。上一次我们聊到的人身伤害的赔偿和这一次聊到的加在一起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半险，就都是由您的责任造成的对对方的人身伤害和车辆的损失，这两项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半险，就是不保自己，只保你对对方的伤害。然后聊到今天我们这个第二个内容呢，就是对对方车辆损失的这个赔偿，我们加州的最低标准是5000块钱。但小伙伴们大家想，5000块钱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故就够5000块钱的了。所以呢，这一项特别是你的资产净值比较高的，你要把这一项保得足一些，因为如果你的保额不够，那么他们就要起诉你，就会执行你的车呀、房子呀、你的其他的财产，所以要结合你自己的净资产，把这个第三项保得高一点。就是我们通常看保单的时候，你要是看到10万、30万和10万，那么这第三项就是对对方车辆损失的赔偿。下一次我们接着聊。